然后也就是传说中的秘密救赎。看来是难得发生了一个让我气不过的事情。今天去哪里 ？Hello， 我是小金。耶、yeah, ，我们现在要从东哈出发去 Oslo 了。我们是乘搭的是波音7879 Dreamliner， 然后也就是传说中的秘密救赎，因为它是有这个小小的门的，可是它不是像它是啊 Q 数的缩小版。然后它这次长型的座位是121分位的，哇，不错不错，有点值回票价感觉。Flashback， 你回答这个熊熊啊。耶、yeah, ！我们来到多哈机场最新的区域 ，The Garden， 都是山寨版的 The Garden。他们讲新加坡机场抄他们。哦，是啊，讲新加坡是山寨版哦，这个才是真版呢、哦。原来比较迟出来的是反而被抄了。哎呀，好奇怪的 theory。你看。哇，做的很特别哦！整个好像树林这样。你看它这个墙壁好像有水流下来哦，可实际上你去摸它是没有水的，它是好像有东西 project 下来的，很逼真哦。这个奥摩家的老厂它其实是有两间，一间是在 South， 一间是在 North。South 的就是旧的那间，然后新的这个 The Garden 其实是在 North， 它是靠近 Get C 这边，然后在 LV 的店旁边吧。你是要搭 lift 上去的。我们 Business Class 的话是左边跟右边吧，然后那边有 Dining Area 啊、Family Room 啊、Smoking Room 啊，然后那边还有。open area 啊 ，quiet area 啊，还有其他那个 prayer room 这边，然后这个 LV lounge 哦，你是 go 和 platinum member 你才可以进去。我们只是新加坡，我们要去旁边。超能力不够，差一点点。哇、哦，这边还有这样子的位置，是可以看外面的。哇，慢慢人啊！嗯，慢慢人，我们去别位。还有很多汽水，不是 mini mini 啊，然后还有一大罐那气泡水啊、矿泉水啊，上面还有这些香槟。它这边的食物选择其实啊、你要说很多，其实也没有很多，可是我觉得它做到蛮精致的。然后它这我们的它则是一整块一整块的这样。剪出来，然后摆放在那边。然后最让我觉得不可思议的是哦，这边的面包啊，不管是白色或者是那种 grain 哦，它们全部都是切边哦，它面包全部一片一片全部没有边哦，有点奢侈我觉得。然后还有很多各种各样的 yogurt 啊，还有很多甜点啊，各种甜点啊。啊也是不错啊，总之这边算是蛮清静啊。以现在这个时间段，不知道是这边可能因为新的关系还是怎样，这边人比较少，然后他们的员工也是非常非常的好像很用心，然后看到你都会主动来询问你说，哎，你需要什么东西这样，不错。这个是上门的 shower room， 然后。要准备些洗手液、镜子哦，然后这边就是浴室，走。不过这边是没有 toilet 的，你要 toilet 的话是要另外上，他会跟你讲。然后这个 shaving 跟牙刷都是要 on request， 在柜台的时候已经要 on request 了。OK， 冲凉哦。我们现在要从机场要上飞机，它这个 shuttle bus business class 是不一样的。坐这边是不用跟 economy 一起挤，所以这边是比较宽松的。对，比较宽松，而且椅子也比较舒服一点。啊！我们这次也是选择坐靠窗的位置，因为
就是没有太多选择，因为这趟飞机是满满一下哈，商务舱。刚才那个空姐拿这个他们嘎达这个 The White Company 的睡衣给我们，没有想到早上航班也是有拍这个睡衣的。这边是 Wireless Charging Station， 然后这边有一个，哎呦，有耳机，有水罐，然后还有一个小镜子，然后这里是 Universal Charger， 然后USB 耳机，然后还有这是 controller， 这边，然后这个是它的 screen， 哇，蛮大的。Hollywood， 蛮顺的。OK， 那一上飞机就要给一个这样子的小枕头，然后还有一个大枕头，然后还有就是他们的暖被，他们的暖被是非常重量级的，很厚，非常保暖。然后这是他的 leg room， 他 leg room 要说很深没有很深，可是就是刚刚好，给我这个一个 Asian 来讲是刚刚好的，脚如果稍微再长一点可能就不是那么的够吧应该。然后这里就是可以调节你的座位的按钮。这趟 amenity kit 是这样子，很漂亮啊，有黑色跟白色，姐姐个人喜欢这个白色小包包。看一下里面有什么东西，里面一样哦，有眼罩，然后里面会有耳塞，然后有这个暖袜，然后还有这个 lotion， 然后还有它这个。Natural spray, color trees。没有啦，里面就这样。一些个人非常非常喜欢嘎达用的这个牌子，实在是念不出什么牌子，可是它所有的那些产品哦，都是非常非常的香。我跟你讲，尤其它啊，那些 lotion 啊，它那个啊。它全部啊，全部啊，哇！你用哦，都是那种香喷喷的，哇，非常非常好用，这个直接加收了一堆。这边还有这个水果蜜桃，还有这个什么红毛丹呢、啊？然后还有很多零食可以在那边，随便拿。飞机起飞过后啊，就可以点饮料啊，然后过后可以给花生，然后还有这个薯片哦，可以在后面那边自己拿，然后还有那些水果都可以自己拿。刚才是兰州发生了一个让我气不过的事情，就是我已经在 online pre-order 那个 lobster， 就是因为我们想说lobster 应该会抢手了，所以就先 pre-order 咯。然后可是刚才起飞前的时候那个空姐她是有来问我 breakfast 要吃什么，可是她没有问 lunch 要吃什么，她当时我就觉得奇怪了，为什么没有问我 lunch， 所以我就想说可能她之后会来问我，然后所以我就先吃 breakfast 哦，然后过后睡觉哦，我睡醒了，然后距离 landing 时间还有一个小时半嘛，然后我就等哦，等一阵子，哎，为什么旁边跟后面的人都在吃我？他们还没有说要问我要吃哪种，那我就暗中叫他来，然后他跟我讲说，我刚才讲说不要吃辣，我一脸蒙圈哦，我什么时候讲我不要吃辣？然后我说这样你现在可以吃嘛，然后我讲说我已经 online pre-order 那个 lobster 了。然后他讲说lobster 已经完了，然后剩下牛肉或者是鸡肉，那我就what the fuck， 所以我就
没办法让人扛这个鸡胸肉，虽然它鸡胸肉也不错吃啦，只是我是觉得说，因为我发现到他我这一排哈、哦，总共14个乘客啊，只有一个空姐，十号那嘛，这边是 business class 的嘛，然后一个空姐要收14个人哦，所以他难免可能会忙中有乱，忙中有错这样子。一个空姐收14个人，我是觉得说好像不大对这样子啦。虽然说这个是很小的事情嘛，不过我是觉得说他们应该去 double check 说我这个其实已经有 pre order 了，所以是有点。不爽嘛、啊、Ending. Okay. Okay. No. Nothing.Yeah, so, yeah, I mean, there's nobody ordered me. Yeah, I got shit. But I received the pre-order. You received it? Yes, from... Let me check again, yeah. Sir. Okay.现在终于安全抵达 Oslo， 这样 ，mini Q 是好重啊 ，mini Q 是啊，其实我反而喜欢那个之前的 Super Diamond 哦，是啊，我也是觉得，因为这 mini Q 是坦白说它的位置相较来讲会稍微比较小的那么一点点，会比较窄，然后东西就很、很堆到好像很多东西这样，对，把那个 Super Diamond 哈、哦。它有足够的空间可以给你去活动、啊、然后给你去放东西，而且它 seat 比较好坐。But anyway， 怎样？有点小肚子哟。差评。好啦好啦好啦，就这样啦。好，如果你看到这个视频你觉得喜欢的话呢，记得帮我们按赞分享哦，然后记得 subscribe 我们，就这样，拜拜。